他目孤烟自黄昏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孙硕，我是来自浙江小白花越剧团的一名戏曲化妆师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环境式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边贾平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妆容造型。撒龙腾，掉下来的地，这个我还有个工具，我想给它上点色彩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咖啡的吗？对，我想在眉头来点色彩。画的有色彩吗？对，我画了个基调，我觉得我想给我自己每次画同一个人物，我想做一点改变。我们先内头好吧，再来一点，就再贴上去，再提，提现在了，可以。那我戴上帽子比较好看。不用太紧，杨老师。来了。我现在基本的妆面已经完成了，下面就剩下穿服装跟戴帽子了。走。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完成了。